我是李，今天又来玩图书馆了。为什么图书馆这个更新的怎么这么多呢？主要还是狙击模式打得少的，隔一天开一次，真的素材有点不够用。图书馆每天都可以玩，然后仔细操作的话也是挺正常的。这局就来教教大家怎么玩，后面还是有一个战神玩家的，就刚刚击杀的这位。图书馆首先你要做的就是会绕，再一个就是会蹲。会两个我觉得你已经略有小成了，好吧，你已经不需要我教了。被终结了，在这里蹲一下，听到有脚步声直接滑铲上去，大家注意是滑铲，滑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很多人都是反应不过来的，现在子怡挂掉了，不过我觉得非常值，一条命换两条命已经非常非常不错。一定要会滑铲啊，子怡很多时候只要是滑铲就能够反杀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按不出来，所以有时候还是非常希望官方把这个滑铲单独做成一个按键，这样一按就可以了。都是同一个蹲键的话有点适应不过来呀。现在打出了一波高能小操作，继续蹲一下，这一波居然点射成功了。在这里继续蹲啊，听到狗洞来人了直接扫射一波，他是反应不过来的。 SKS 是要看手速的，现在子怡已经超神了，看这一局子怡能不能保持这个连击，这毕竟是战神局啊，刚刚一枪大家帅不帅，大家可以评论下方打个分数啊，看一眼然后就秒杀一个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意思。我们直接跳过最难的这把手枪，看队友在打，我们直接空中抢人头。虽然子怡被换了，但是卡手的武器这局已经是没有了，来跟他点一波平底锅一掏，这一局应该是结束了呀。还是要卡视角，卡到对面家门口，在这边蹲一下，听到好像来了个脚步声，来直接滑上去，他也看到子怡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名牌给我中。比赛结束。